为拯救受游戏病毒 Baxter 所感染的病人，无面超人 XA 已经带同一众 CR 医疗团队登陆香港。他们分别会使用不同的游戏主题装备来消灭病毒。现在就等我来介绍一下 XA 他们的装备了。各位玩家，准备好变身成为不同游戏主题的无面超人了。要变身成为无面超人 XA，当然是要有电玩变身腰带和主题卡带了。电玩变身腰带附送一个主题卡带，它就是跳跃动作 X 主题卡带。 X4 就是利用电玩变身腰带发动卡带内的力量，使用各种不同的游戏主题转换形态。启动主题卡带 Mighty Action X， 插入腰带内侧插槽，随即启动变身程序，成为无面超人 XA Level 1。透过拉开控制杆提升等级，进化成无面超人 Level 2。插入特定主题卡带，在腰带外侧插槽，重新拉开控制杆，进一步提升战斗力。Level 3，亦可以装上其他主题卡带，变身成为 Brave、Slipe、Gamma 等无面超人。主题卡带插槽除了用来携带更多卡带之外，还可以发动必杀技。使用不同的主题卡带，发动出不同的必杀技。首先将卡带插入，再按下卡带插槽上的按钮进入攻击模式，再按下按钮发动绝技。要阻止游戏病毒 Buster 侵蚀世界，就需要更多的主题卡带去增强实力。而换上不同的主题卡带，就可以转换不同的游戏等级和形态，去应付更强大的病毒。主题卡带除了用在腰带和卡带插槽之外，还可以配合他们的武器。无面超人 XA 的专用武器极限动感剑锤有两个模式，只需按下 A 按钮就可以自由转换成剑模式和锤模式。连续按下 B 按钮就会触发特别的攻击及爆炸。插入主题卡带就会发出必杀绝技，配合不同的主题卡带发动的必杀绝技亦各有不同。冰霜爆炎剑是无面超人 Brave 专用武器，拥有爆炎模式和冰霜模式，各自有独特的攻击声效。按下 A 按钮就可以自由转换两种模式，再连续按下 B 按钮三次以上，就会触发特别的斩击音效。配合主题卡带，更会发出必杀绝技。病毒追击枪是无面超人 Slipe 专用武器，分为两个不同模式，手枪模式和追击枪模式，并各有不同的攻击声效。按下 A 按钮会由手枪转换成追击枪，按下 B 按钮再扣动扳机就会发动特别的连射攻击。
再配合主题卡带，会发动必杀技声效。最后要介绍的就是可动式无面超人系列。可动式无面超人全身有多个可动关节，令你可以轻易重现出剧中每个精彩场面。而且 XA 的 Level 1造型部件更可套用于其他无面超人身上，将各无面超人的 Level 1形态重现眼前。另外你更可以自行配搭游戏机械人装备，为你的无面超人提升等级，变得更加强大。除了刚刚介绍的玩具和装备之外，还有软胶英雄系列、果子玩具系列、 TV 对战卡机和对战卡。要和游戏病毒 Buster 对抗， XA 怎么会得咁少装备啊？其余的玩具装备将会陆续登场，快点去各大百货公司和玩具铺买晒他们回家，同 XA 及一众 CRO 队员一起阻止病毒侵蚀世界，拯救更多的生命了。